一个年代，嗯，对，七零年代。这首歌是七零吗？七零年代的。是的。是的。大家有没有听过《秋秋和尚坟》？嗯，没有。好、哦，您安尼无友好。对观众不友好嘞，对我们不友好。好，我们要唱一首他们的歌曲，这首歌还蛮好玩，蛮好，蛮什么啦？好听，请你不要说台语了，这首歌请你国语好不好？为何梦见他，好不好？秋秋合唱团。为何梦见他？那好久好久以前分手的男孩，又来到我梦中。为何梦见他？那男孩在我日记簿里早已不留下痕迹。跟杰任铁花村的音乐总监提起说他们的焚风碑什么时候要比，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大概跟我讲，就是反正就是高中以上，然后我跟他讲说有没有社会组，然后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参加社女组的，就在今天，然后我说我们乐我
们三个要去比那个乐团比赛，然后要穿朋克的样子，让场杰任完全都不想说一句话。他说他会给我们安排一个是女主200公尺接力的，干脆报名长青组怎么样？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呢？还是女主来？